阿飞，你不必插手，师门的仇，四姑妈的债，今日我必向你讨要。今日我用你的人头来祭我的宏图大业。 上次长进了不少嘛，李相宜还真让我挺意外的。不过是从前的两三成罢了，但对付你，足够了。哼，那我便让你尝尝我们师父最厉害的武功。